就来烤蔬菜吧。四口。什么叫四？世上大小。四口。好，我们想想。最想吃。最舒服。欢迎收看每个礼拜六这样吃最舒服单元，卡扎米达，这是Kai的开场方式，嘿，好，那我们呢真的也很认真、很用心的呢看了我们所有我们的网友的留言，那今天这一道呢是我们的香香，香香，香香米胖胖，嘿，是香香，这个礼拜我们就来烤蔬菜吧，耶、yeah! ，好。那我们现在切蔬菜吧，不用切太小块，多大块呢？大概一口的量，一口啊？四口。什么叫四？世上大小。四口。然后这边呢、啊，我们这个香菇有没有？一般啊，在家里我们都会想说，这个地头到底要不要拿掉？但是今天不浪费，完全我们地头我们就直接切下来。好，那羊菇哈、哦，你家里有喜欢什么样的蔬菜，我们都把它加进来。那我可以加肉吗？可以吃肉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走的比较偏健康的路线。然后今天啊，我们准备这个很营养的这个紫高丽菜，那我们今天呢，一样把它切块，来一点玉米笋、芦笋、四季豆、小黄瓜呢，就切滚条块了。我们一边滚。一边划刀的一个块状呢，就叫滚刀块。最后呢，我们会放一点紫色洋葱，下一点这个一整颗的小番茄。那这里呢，有特别在准备蒜头。那如果不吃蒜头或者吃素食的人呢，我们就可以不用放蒜头。来，我们下一点盐巴、干燥的百里香、迷迭香，一样下下来。这边呢，我们葡萄酒醋，它这个醋性可以增加我们的食欲。然后最后我们放一点橄榄油，那我们的蔬菜就放到烤盘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进烤箱，然后180度，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。这一道烤蔬菜呢就完成了，来，香香你有看到吗？来，赶快找一个漂亮的盘子来拍几张照片，有没有？那是不是你要送给香香一些爱心吗？好，我们香香喜欢呢昆皇 Jerry 的蔬食料理单元的呢，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还想要我来帮你们做什么样的料理哦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就一般的紫洋葱跟白洋葱有什么不一样？哦，颜色不一样。